我不会脱逃术，哎，不用这么多门关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忐忑，你到底会对我做什么？做什么嘛，肯定是你想不到的。我先看看有多少把锁啊？这里有几把锁？一二三四五，这道门五把锁。那个波波老师，如果我有什么那个意外，你记得早点救我啊！我肯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至于救得到救不到，另外回事。第二道门。稍等几分钟时间，这是第三道门了，对吧？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现在我打开这个，手套、锤子、锯子。接下来，这个气球一直在。喂！哇！六门撬锁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，你的手一直在。对，对方都拿下来了。为什么开锁会那么的敏捷？你是干嘛的？开锁匠吗？嗯，不是开锁匠，我是个小偷。小偷？这你是小品还是什么？是小偷，专门偷东西的，开锁偷东西的。不，我说你说这个话，是，这算是表演还是真的在说真实？这是我真实的故事。多长时间你在从事这样一个并不光彩的事情？做了13年。现在你在做什么？现在我是
六家锁厂的技术顾问，同时呢现在也是故宫安防改造工程的技术员。